2047的法上载109很高吗？你得看你的血防速度，防御2000，血15000，我操！对呀、啊，他血15000，血他妈15000，兄弟，血他妈15000，不是他属性再好，不可能比175高，为什么血这么多呀？因为他19段光芒啊，因为他19段光芒，对对对，对，因为他19段光芒，他光芒10高啊，175的法系用的是黑啊。加了点体质，这还不是全魔的属性，血他妈15000，上来起个纸人拉宝宝都赢了，玩擂台啊！